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手厨房。今天介绍一道酸香开胃的家常菜，五花肉炖粉条。肉片香而不腻，粉条吸满了肉汁，又香又软又筋道。喜欢的朋友一起来试试吧。准备一条去皮五花肉，一把粉条，一袋酸菜，一把木耳，再切点红椒丝、香菜碎、姜丝、葱白切成片儿，再加点蒜末，葱叶切成葱花，五花肉洗净控干，切成薄片儿。炒锅里放入少量油，把它晃开，不等油热放入切好的肉片，快速把肉片划开，以免粘连，不停翻炒，把肉片炒到变色，炒去水分，炒出油，加入葱姜蒜炒香。再加入酸菜，炒出酸香味。加入适量生抽，一点点老抽提色，再加点蚝油，增加鲜香的味道。翻炒均匀。因为酱油、蚝油和酸菜都是咸的，通常我就不再加盐了。加入适量开水，最好能埋住肉片儿。这个水量也要根据你放的粉条多少来定。我把干粉条直接放进去，让它吸收肉汤，慢慢变软。盖上盖子，炖几分钟。翻一翻，让粉条浸在肉汤里。开小火，盖上盖子，慢慢炖。炖到粉条吃起来软软的，放入黑木耳，搅拌均匀。再盖上盖子，焖三分钟左右。打开盖子，开大火收汁。最后加入葱花、红椒丝、香菜碎，拌匀出锅。这粉条吸饱了肉汤啊，看着就好吃。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吧，谢谢观看，下次再见。